山西大枣味，肉大五香味，大枣味小五谷，小枣味猛五谷啊！既能跟着清凉，又可以听到讲解，又可以倍儿甜倍儿甜的大枣味，鲜辣红梅。还需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进入县衙里里边以后，所有的导游人员不能拿话筒讲。进去之后。